嗨，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贵，今仔想要来甲大家讲一寡观众所遇到的问题啊。那相信大家观众呢，上关心的就是阿贵啊，是安怎最近拢无出去翕影片，是安怎拢无伫即个隔壁的频道出现，这是大家上关心的问题啦吼。今仔就是要来甲大家说明啊，相信各位观众呢，拢会感觉讲奇怪。为什么阿贵啊，我要去甲检举呢？这是有原因的啦。咱都要详细去想，想看卖啊，为什么这个隔壁呢？要安尼去试啊做，没试啊做，这一定是拢有伊的原因的嘛，佮有伊为难的所在嘛。卖一个的想讲要做迄个正义魔人，要去甲检举，要去甲点，咱去想因的出发点，因安尼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无人会去做迄、那个，也要得死厝边隔壁，啊，也要加开钱去请人安尼去试做，没试做。啊，你若会当忍受呢，咱就尽量吞忍，安尼是毋是就无问题啊？咱做一个好的厝边，啊，互因的工程顺顺利利，赶紧完成，对吧？本来爱差半个月，比这差一礼拜就好啊。安尼对大家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所以呢，根本就无需要去共检举，也是创啥货。因安尼做的这事主咧，因绝对嘛袂想讲吼，恁这厝边隔壁我无咧插潲恁啊，啊我要安怎就要安怎，无人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代志。啊，刷来呢，安尼阮就先为各位观众因所有遇到的这些问题，咱先来讨论。好，我一条啊一条来替大家解说。好，首先我们先谈论这样东西它的出处在哪里。这牛的眼泪啊，在中国的传说里面就是代表的是地府的这些阴差，也就是牛头马面，所以不止牛的眼泪，还有马的眼泪也是一样。相传只要这两种东西抹在眼睛上面啊，我们就可以代表牛头马面，所以是可以看见鬼神的。当然这个是一些传说故事啊，只要有实测过的人都知道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出来呢？其实牛的眼泪跟马的眼泪以前是使用在仪式上面，但是并不是使用在这个开启阴阳眼的部分，它只是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基本上你擦了绝对没有效。但是我可以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凉透心扉啊，绝对会比绿油精还要凉。因为这些网络上面市售他们制作的牛眼泪里面都会掺一些类似绿油精的这种成分，你擦了啊，你想想看绿油精擦眼睛上面那是什么感觉，自己去想象一下。再来就是乌鸦眼睛的部分啊，乌鸦眼睛其实它在西方的巫文化里面，它是使用在药材里面，也就是入药煮汤，煮一些这种魔药来使用，而不是给你们生吞的，绝对不是拿来吃沙西米的。所以呢，你们也不要乱学，免得啊弄得自己上吐下泻还不说，这种生的动物很容易里面有一些细菌病毒啊，你到时候产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千万不要怪别人，要怪你没有看我的影片。基本上这个也是因为你们没有去了解这个文化的关系，这黑令旗啊是拿来请兵调兵用的，或者是拿来开路用，所以呢跟你们坊间所听到的那个黑令旗索命讨债是不一样的东西。那种索命讨债的黑令旗是无形的，而这个黑令旗呢是代表一个将军出巡或者是调兵遣将用的一个法器，他没有带走呢一定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使用的价值，或者是要替换。很多的网友也会跑来问鬼哥啊，也非常多重复类似的案件，在这边统一跟大家回复。我们先谈佛牌啊，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拿回来自己带的时候，每一样东西每一样佛牌啊圣物都有它的能量跟磁场，也都不一样，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带佛牌这些东西，或者是每一个人都不适合，只有你觉得带得舒服，带得对你有帮助，那它就是适合你的佛牌，也没有说要怎么处理，你们就把这些佛牌送回这个出处就可以了。这样说可能会很玄学啦，如果我们讲到比较日常一点的话，你像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哇买新车，可是你会发现买新车了之后这个车不断的出问题啊，出车祸啊，有时候也就是磁场不合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车子出问题只要超过三次的话呢，有些人就会选择把它换掉，
但是换掉以后并不代表这个车就是有鬼还是没有办法开哦，可能只是刚好不适合你而已，可能转手之后呢，下一个车主他可以开十几二十年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基本上我们这个人体能够维持现代健康以及正常的一个状况呢，都要多亏于这些创造人类的，不管是神也好人也好，他们让人体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都有它的原因的。如果我们试着去突破这些限制，或者是突破一些人体极限的时候呢，绝对都会对人体来造成危害，甚至是永久性的损伤。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非常多的例子里面听到，就是某些人因为重病或者是濒死或者是撞到头等等的这个意外事故，获得某些程度的特异功能，例如阴阳眼之类的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存在，但不是一定说你出了什么事情就一定会获得这些能力，这些能力呢都是误打误撞开启。当然也有非常多的人呢是自己撞到头然后就变成那个精神病的，也是很多。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神农氏，然后去尝试去产生某些那种大胆的想法，千万不要。我觉得你们要防范这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们不想要给人家趁虚而入，那你们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先照顾好。俗语在说，树头若顾好栽，就不怕树尾做风台。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自己的健康状况顾好，身体顾好，把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健康，基本上这些无形的东西想要入侵你的身体是有难度的，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会有机可乘。你们想要防范这些东西，第一，生活作息正常；第二，饮食均衡；第三，多多晒太阳运动，就是这么简单。非常多的网友，非常多的网友，他们在观看这些探灵的影片、灵异的影片，或者是看恐怖片，会不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或者是会不会让自己的体质运势变差？这个时候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心理学啊。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这些鬼魂啊，看到这些恐怖的场景啊，是绝对会有影响的。但是绝对不是鬼会从电影里面跑出来抓你，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谈到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心理阴影。心理阴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接触这些恐怖的事物、恐怖的画面，久而久之你心里面就会产生阴影。产生阴影之后呢，你就会开始浑身不自在，上厕所觉得后面有人，洗头的时候觉得有人在帮你洗头，睡觉的时候觉得床底下有人。这些都是电影还有影视所带给你们的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然后你长期接受这些东西的洗脑呢，久而久之你不是看到灵体，你是想象力会越来越丰富，然后最后呢可能就会演变成妄想症。这里有位网友说，鬼哥你好，我曾经有听说单边耳朵突然耳鸣，是好兄弟在跟你讲话，后来有人说在耳边挥挥手说走开，声音就会没了。后来我都会在耳边挥挥手说走开就没了，是真的没声音了。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啊，这当然是真的啊，因为你耳朵旁边可能会听到一些这种嗡的声音，有时候不是一声，有时候是一大群，哇呀哇呀哇呀，你只要大手一挥啊，他们全部都走，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好兄弟，那是一大群蚊子。还有一个网友问说，如果在身上刺泰国刺青，家人会反对要怎么办呢？很简单啊，你直接把泰国经文刺在脸上，马上就没有家人了，不是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吗？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如果我挂掉了，鬼哥是不是可以帮你处理啊？鬼哥有认识的葬仪社朋友，可以推荐你非常多经济优实惠的套餐，还有一些一条龙的服务，从收然后到这个冷藏冷冻，然后再来就是烧烤，然后烧烤完以后包装等等的呢，都有一系列的套餐服务，取决于你的定位价格，好不好？如果有需要的话，鬼哥可以给你名片，但是鬼哥有点忙，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做一条龙的服务哦，谢谢。还有一个网友问鬼哥说，这个烧那么多的纸钱给好兄弟，难道他们的世界就不会通货膨胀吗？基本上呢，我也不知道他们要那么多钱干嘛，反正有钱
没死鬼推磨嘛，没有人会嫌钱多，只有人会嫌钱少，那他们也是一样。至于他们会不会通货膨胀呢？我帮你打去这个国际银行，帮你询问一下地下的这个汇兑情况还好不好？好，我们改天再给你答案。还有人问鬼哥说，如果我交不到女朋友要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交男朋友，对不对？多方尝试，说不定交一个女朋友交不到，交五个男朋友你就交到真爱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根本就不是女生不喜欢你，而是你不喜欢女生，你是喜欢男生的哦。加油！还有人问鬼哥，这些降魔杵这些什么杵的法器要如何使用？很简单，注入你的能量向前捅。还有一个网友问鬼哥说，如何跟刀产生连结？很简单，两个字。下一题。再来就是最后一题，我相信呢，各位观众今天听我话痨废话这么多啊，最想听的就是为什么鬼哥没有出现在探险影片？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我相信各位网友的最关心的话题，为什么鬼哥没有出现在探险影片？为什么鬼哥没有出现在未来男友的频道里面呢？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件事情。啊，这个刚刚这个收音可能有点问题哦，因为这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鬼哥用这个手语跟大家代替一下，手语跟字幕了，好不好？如果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那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了，我们下个影片见喽，拜。